是释迦牟尼佛定力文殊智慧勇士，定力传承大上师无上圣身微妙，北疆完结难遭遇。我今见闻得说者，缘皆如来真实意。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呃，下面我们嗯讲那个呃恶鬼的痛苦啊，恶鬼痛苦里面就是讲这个第三个应该特征恶鬼啊，就讲特征恶鬼的时候。 嗯，在每一个特长恶鬼的呃庞大躯体上，呃，都居住着成群的小恶鬼。呃，这些小恶鬼呢，啊，就不断的呃，就但是这一些大的这个恶鬼。呃，除此之外呢，就是还有许许多多无法这个定下来的这个疾病和痛苦，啊，就是非常多的这种痛苦。 呃，所以，呃，它这里特征的话呢，就是是一种这个特殊的障碍，呃，就可以怎么讲，嗯，然后呢，主要是，呃，就像我们的这个一些胖神啊，就是在这个大海里面也好，或者山里面的一些胖神一样，就是一个恶鬼的身上呢，就是有无数的这个恶鬼来开始这个斥责他，啊，就这样的这个通过。 那么他这里呢，就是样的一个呃，这个特征恶鬼的几个公案。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次，周新杰尊的来到了恶鬼的这个境啊，就是领域。呃，这个公案呢，呃，就前面一呃，前面没有提吧，就是这个周新杰呢，就是叫这个 er 啊，就是 er 尊子。那么他来到了这个恶鬼的这嗯地方，他拒不进入一座。 呃，无量宫殿啊，就他这里说的是无量宫殿。然后，呃，《皮拉夜经》里面呢，就是说是一个呃，就是这个花园或者是园林吧，就是园园园园里面，呃，发现呃，里面有一位呃，这个相毛端呀阿娜多子，十分可人的美女恶鬼啊，就恶鬼当中呢，就是也有特别就是这个美妙的这个人呐，就美女恶鬼。 然后他呢，呃呃，整宝呃呃，就珍宝呃饰品呃装装店的这个抱竹啊，就抱竹四腿，呃四条腿上呢，就是拴着四个乌龟。 就是它有个包座，就是那个，呃，就是珍宝，就是点缀的、珍宝装饰的这个包座。那么包座的这个四个腿呢，就是每一个腿就是算着一个鬼啊，就是就是有些人就是算这个小鬼一样的，就是，呃，就现在时呃时间的有些人就这样嘛，就，嗯，那么这个美女恶鬼呢，就是奉献给众星及尊者一些事物。 啊，就是一些影视呃视频，并且呢，就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说，如果这些恶鬼向你呃索要一些事物的话呢，一点点也是是不能给给他们的啊，就是一点点也是不能给给他们的。 然后他说完以后呢，就是恶鬼就，啊出去了，就是金典里面说是，他有些金典里面说他就嗯跑到另一个经另一个房子里面去了啊，就刚才那个美女恶鬼呢，就是他就呃就进到另一个屋子呃住屋子去了。于是尊者开始享用这些视品，这个时候呢啊就是这些恶鬼们呢就是向他讨讨要啊，就是他们。 苦苦的这个请求啊，就是尊者啊，我们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一直没有得到食物，可不可以就是给我们就是吃一点？那么尊者呢，啊，就实在是不不忍心，就是对他们升起很大的这个悲悯之心。纯属呢，就是给一个恶鬼啊，就是给一个鬼呢，就是给的一个社团，没有想到啊，这个食物呢，竟然呢变成了啊，这个糠皮啊，就是竟然变成糠皮。 然后当给另外一个恶鬼的这个事物呢，就是当给了另外一个恶鬼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事物就偏成了。 铁锤、铁丸子，他这里的锤呢，指的是那个铁团儿，就是那个呃燃烧的这个铁，就是制成的呃这种这个铁丸啊，就是铁啊，铁丸子。那么尊子借住也是抛给就是剩下的另外两个恶鬼，他的这个食物呢，就是给给另外两个恶鬼。结果食品到了他们的手中以后，一个恶鬼的这个食物呢，就是变成了他自己的肉，他自己呢就开始这个吃肉；另一个恶鬼的。 呃，这个事物呢，就是变成了龙血，然后呢，就是它不断这在这个喝着，呃，呃，就喝着。所以说呢，就是他们这个四个恶鬼的事物，就是一个变成糠皮，一个变成这个燃烧的铁瓦一个呃变成龙血，一个呢就是变成就是自己的肉啊，就非常这个呃恐怖。 啊，就我们想有时候想想都是可能想象不到，的，因为我们亲自就是没有见到，就是这些景象的话呢，尤其是南赞部族的众生呢，就是谢见就是特别重的。再加上我们这里的极个别道友呢，从小都是对这个相信因果啊这方面的这个信念呢，就是并没有就是培养出来。这样以后的话呢，这个谢之谢见呢就是相当的这个慎重，让我们听起来的以后呢，到底有没有这种事啊？就可能。 极个别人来讲是会有这种，呃，这个信念或者是这个忧郁、怀疑啊，但事实呢，啊，就是佛陀的这个经典里面呢，啊，都讲的就是签证这个完全的就是真的是啊变成了就是这些呃东西，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个呃那个经典里面说呢。 啊，就是因为那个燃烧的这个铁啊，就是到了他的这个身体里面的话，那就是身体就开始这个燃，就是烧起来了。烧起来了以后呢，就是出现一个很很难闻的这种这个呃气味啊。就是这个时候呢，啊，就是因为那个美美女恶鬼的话呢，他已经闻到这个气啊，闻到气之后呢，他发现就是没有对，就是然后一边大叫一边这个出来了。一边出来的时候呢，就是这几个恶鬼呢，就是都不同的感受，就是重重的这个痛苦。 那么那个时候呢，呃，就是美女也过就回来，就是她很不满的，就是说是，我不是已经这个住户给你说不要给他们了，就是难道你的呃这个背系呢已经胜过我了吗？ 啊，就是他当时呢，啊，就是我不是跟你说是，你不要给他们了。然后那个尊者呢，就是中间有一段话，就是说是，呃，本来我是不想给的，但是看起来呢，就是他们特别的这个可怜呐，就是过得饿饿的不行了，因此呢，就是我对他们升起极大的这个怜悯之情呢，啊，因此呢，我就不得不给他们呢，就是已经给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啊，就美女就给他说是，你难道就是你的这个悲悯心呢，已经超过了我吗？ 啊，就是他开始就是这样这个说的。然后尊者呢，就是就问到，就是为什么是超过我啊？就是到底是你跟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啊？就尊者就开始这个问啊，就是他们与你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然后那个啊，这个美女恶鬼的话，那就是一一的给他们就是给他这个尊子啊，就是做介绍。然后呢，就是他指着一个恶鬼呢，就是说是这是我这个前世的丈夫啊，就然后又指着另外一个恶鬼呢，就是说是这是我这个前世的儿子，这是我这个前世的这个呃儿媳啊，这是我前世的个这个家仆啊，就是这个仆女啊，就仆女。然后尊子又问啊。 啊，就你们啊，以什么样的这个意啊，就是转生到这里？到底你们一家人的事，就是全部都是现在在恶鬼里面上班，就是，嗯 <noise>，嗯，嗯 <noise>，不能说上班啊，感受痛苦，监狱里不能说上班是吧？嗯，到底你们就是到了这个什么意啊？ 然后呢，啊，就是那个人呢、啊，就是那个，呃，就美女有鬼呢，就是说啊，啊，说男占卜主的这个人呢，啊，这个身心就是好意很难相信，即使做了也不会有人当真，还是不所谓家，啊，就不所谓哈。他说，这个这男占卜主的人呢、啊，就是就特别就是就坏意性很很很多的啊，就坏意性很强的，所以这方面的话呢，啊，我看我们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大城市里面的人呢。 就是这个，呃，这个怀疑啊，就是就特别分别点特别重，就是应该相信的一些东西呢，有时候他们想来想去就是不会这样吧，不会那样吧，就想起了很多这种产生这个，呃，就是种种的分别呢，就是或就生升起怀疑啊，就他说你们站不住的人是这个怀疑，呃，性很强的，就是我说了也是不一定是这个相信，就是不作为好吧。 当时那个呃，周星杰尊者啊，就周星杰尊者，他说：如果已经亲眼见到了，怎么会不相信呢？就是不会不相信的，肯定会这个相信的。你还是告诉我吧。于是呢，那位美美女就是开始呃，这个有声有色的就讲起来，就说他们整个前世所造的这个经过啊。他说：这个前世呃，我是这个某某城市当中的一位呃，这个婆罗门女啊，就是一位梵志女。那么在一个呃，这个家节祭日的。 这个前夕呢，我准备了很多的这种风美的食品啊，就风美的食品。那么第二天的时候呢，正巧那个嘎达亚那尊者来到了城中这个花园啊，就来到城中花园。呃，佛经里面说是那个呃迦达亚那村者，迦达耶那就是耶啊，就迦达雅那，但就不同的那个呃，经典里面都说的不同吧。 哎，噶达亚的尊者呢，就是正好就是到这个城市里面来这个化缘，我怀着这个虔诚的信心呢，哎，就供养在世不禁的暗想，像这个，呃，如果能让我的这个丈夫啊，啊，就是，呃，这个夫君的话呢，啊，也是尽然随喜供养，那么该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呢、啊？就是她当时呢，像这个我丈夫的话，可能也会很高兴的，于是便告诉呢，就是她这个丈夫，呃，这个时候呢。 呃，就他就这样说的。他说：“今天就是像佛陀的大弟子嘎达亚那尊者，呃，这个金天呢就再犯，呃，但愿你也要这个随喜啊。” 啊，就是这个，呃，其实还是很虔诚的，就是他把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公品呐、食品呐，就是都供养了。但万万没有想到的什么呢？就是丈夫听到之后，就是特别的不高兴啊，就很愤怒的，就开始破口大骂，就是说到，在没有就供奉婆罗门，没有呢，就是孝敬诸位朋友之前，呃，你居然供养啊那个光头啊，就是说是这个。 很不高兴的这种这个口吻，那就是说是那个光头，那么那个光头，呢，就是怎么不去吞这个抗体，哎，就开始进行这个呃口相嘛。嗯，现在也是有些城城市里面呢，就是对。于。 个别的一些高僧大德也好，就是对一些这个寺院里面就是做供养的时候呢，家人就是不同意，然后呢就是互相这个吵架，就是包括一些扎佛像啊，然后呢就是开始这个诽谤这个出家人呐，这种现象也是呃比较多的。那么这些人呢，就是也很可怜的，就是今后的话呢，啊一定会呃要么堕入地狱当中去的，或者是堕入这个恶鬼里面这个去的，就这是这个因和果是不虚的，就。 绝对会是，你造了这个音的话呢，肯定是有的。而且这样，你没有这个忏悔啊，没有中间就是依靠对着的话，决定是有的。有时候看起来，现在城市里面的有些人呢，就是造的也是的确是很害怕的，但是自己呢，就是还认为是这无所谓的态度。 那么这个是刚才那个，就是吃那个就，呃，这个给他食物也是最后变成抗 P 的，就是这这个这个过宝，然后又讲啊，此事告诉了就是他儿子了，就儿子也是就奇奇百怪的，就是说是这个光头怎么不吃铁锤啊，就是铁铁腕啊，就是他。 他呢，呃这样说的。然后当天晚上呢，呃，这个他那个美女恶鬼的这个前世的这个啊，就是他说我的这个亲戚们呢给我上了这个美味的这种视频。那么结果呢，就是被儿媳就是一人独吞了，呃就是一人独呃，就是呃一一人独吞。他将啊粗茶淡饭呢就是给了我啊。然后我问他的时候呢，就是说就是你是不是没有将美味呃佳肴就是给我而你自己吃了？ 啊，却将这些呃粗茶淡饭呢，啊，就是给给我。那么他啊，王言的说道，说是我吃呃你的食物呢，还不如吃自己的肉啊，就是吃吃自己的肉。呃，然后还有呢，就是他们家还是很倒霉的，就是所有的杂物，我让仆女就是烧那个呃烧给这个亲人的食物呢，就是他又悄悄的偷吃了。你看，呃，当我质问。 这个呃，再问他的时候呢，他辛口胡说，就是说是我偷偷吃你的东西，那不如吃喝龙血啊，就是不如喝龙血好。那么啊，就是已经那个四个人的，就是不同的这个业啊，就是因为可能，呃，他们一家人的话，那就是主要是呃这个。 呃，反对他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可能是，呃，他供养那个嘎达亚的存在这个事物啊，然后这个一一家人呢，就是对他的这个态度很不好啊，就结果呢，啊，就是他们都对他就是不但不理解，就随悉，反而的话，呢，就是进行这样的这个反抗。面对这一串的打击，我安子立下赌誓，就是当时呢，就是他就发了恶愿，你看发恶愿的这个。 呃，后果呢就是很可怕的啊！就本来是他是转生到这个天界当中去的，但是当时因为他发了恶缘，但愿我将来转生在能看到他们感受各自报应的地方，他就发了这样的这个恶缘。了。我们很多人也可能真的就是没有这个呃心转为道用的话，那很有可能啊，啊就是发这种这个恶缘，就是发毒舌恶缘。 正是因为这样的这个恶缘，才使我转生为大力恶鬼，因为他做的这个福报，就是因此呢，就是称为就是大力无鬼，负责供养僧者，呃，盖大言的尊者，那个在世的功德呢，就我完全可以让僧就是转生到三十三天去的。 呃，如果啊，你如果啊，就他就呃告诉那个呃什么啊，就是周星杰尊者啊，就是说是你如果呃呃去我曾经住过的城市，请告状我那位沦为娼妓的女儿说，我已经就见到了你的这个父母，呃，对父母当。 这一呃业报也是令人痛心的，呃，告诉他断除非法的这个恶业，改过自新啊。就是当时他这少少这个口信啊，就说是你回到人间的时候呢，就是人间有我的呃这个女儿，就是她也是这个做非法的这个很不入法的这样的这个行为，呃，因此呢，就是一让让他一定要改过来啊，就是这是你的这个母亲少的口信。 呃，美女恶鬼呢，就是稍稍停顿一会儿以后呢，又再继续说道。他说：“如果就是我的这个女儿，就是她不相信的话，那你就告诉她，你父亲生前的房子里面有四个装满金黄金的这个铜鼓。呃，金里面说的是，呃，以前我的那个什么那个床床榻下面就是有这个，呃，他这里说是房间里面附近的房间里面，好像那个。” 疲劳一镜里面说是经的，他自己这个呃，就窗台窗台下面呢有这个镜子。 嗯，还有呢，就是金盘和这个金品啊，就金盘金品，那个里面说是这个金金金章啊，就是那个贵章的章，就是那个，呃，就稍微有点差别，就其他都一模一样的。呃，取出这些财宝供养各大爷的准则，然后呢，就是念诵我们的名字做回向，这样一来可以使我们，呃，使我等利益逐渐减轻，直到孝敬为止。 嗯，这样以后呢，他就最后要求啊，就是最好把我们的这个名字，呃，就是这个点出来。啊，汉帝也是，呃，对这个亡人的名字呢，就是写在这个智商啊，就是做一些，呃，这个佛事啊、严苛啊，就这个时候呢，就是写上。我们藏地的话呢，就是也是，呃，对这个。 呃，以前就是已经去世过的这些父母啊，或者亲戚朋友的名字，这个写上啊，就这个我以前也讲过，就是很重要的。呃，有些人呢，啊，他这个呃死的时候啊，就是呃就写一次，然后呢就是再也不写，就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呃，就是。 你这个呃，死完了以后，就是再过多少年以后啊，你想起来他的时候呢，你顺便呃，就是记上他的名字，然后交一些这个钱，就是交给这个僧众啊，啊，然后僧众的话呢，就是如果各方面营养条件具足的话呢，最好在僧众里面就是念他的这个名字啊，就不知道汉帝有没有？我们当地呢，就是念经的时候呢，专门有一个人呢，就是呃，就是利用很长的时间呢，把这些亡人的名字呢，就全部都是呃，这个点。 念出来，有些人都是交五块钱，就是五十个人的名字都写下来。我觉得这样的也不是特别的，这个和那啊，念半天的时间就是这样。 不是很适合，就是这样啊。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还是要写上这个他的名字啊。就这样以后呢，比如说这个亡人呢，就是已经堕到地狱里面，然后堕到这个恶鬼里面的话呢，我们这个人间呢，就是给他就是用用他的名字来去进行这个回响，去进行回响的话呢，他马上就是离开了就是原来的这个恶趣的这个身体啊。就这是呃自古以来从这个佛经的历史上也好，我告诉大家的这些这个。 呃，这个云游这个恶趣的这些这个事迹当中也好，啊，很多呃一些这个成就者的呃情景的境界当中，这个呃所了解的呃状况也好。 都有这样的这个情况，因此我们平时呢，啊，就是对这个亡人呢，就是年金就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以上的这个故事呢，啊，全部都是在那个你们汉地的那个一弃游部啊，啊，就是皮拉耶那个呃皮革式啊，就是那个这个我们十七世当中的皮革式这个一卷里面啊，就第一卷里面，以前就是那个唐代的已经法师出发所翻译的。 啊，这个，呃，这个《皮拉耶经》当中也是，呃，就是。 呃，就只不过是顾问，就是实际上呢，就是就讲得很清楚的啊，就讲得很清楚。说我们这次，呃，不管是讲那个藏传净土也好，大圆满前行呢，基本上是每一个公案的这个去处啊，尤其是有些是这个佛经里面的，佛经里面的话呢，基本上跟大家就是做了这个介绍的。因此呢，大家啊，这个学习前行的人呢，也不要认为是这个完全是哦，这是一个藏传佛教的啊，这个是我是这个学迷总，不是学迷总的话，呢，对我没有。 关系千万不能这样想，因为我们这里面所讲的全部都是是佛经和论点的这个公案呢，啊，就印度和这个藏地汉地的这个公案呢，有有这个有有联系的，有关系的。因此说呢，每一个人来讲，就是这些的因果道理呢，就是必须啊，就是清楚啊。如果我们懂得这些过宝以后呢，就是从此之后啊，就是自己也会很注意的。 啊，以前可能，啊，比如说你家里面就是发生的一些情况啊，你家人呢，哎，就是把这个钱也好，财物也好，供养给一些真正的一些大德啊，或者是寺院的时候呢，其他的人呢，就是就反对他，或者是恶口骂人呢，一点都是不在乎，就无所谓的。但是你懂得了这个道理之后的话呢，恐怕是很多人呢，就是不敢轻易的，呃，就呃这个轻毁因果，就是。 恐怕是这个不敢的，应该是有有一点这个政治正见的人的话呢，啊，就是不会这个，呃，就是愿意这样做。因此，我们每天呢，就是听一堂课，也是对自己的这个身心呢。 应该就是需要，就是值得这个观察。你观察之后呢，你以前犯过没有多少这个罪？呃，以前所犯过的，我如何这个忏悔得以清净的？那么以后呢？啊，我遇到了诸如此类的事情的时候呢，我怎么样面对？啊，就是很多人应该就是呃会这个呃改过自新啊，就是应该会这个注意对待。 那么这是呃，就讲的是呃，这个一个公啊，啊，就讲的是一个公宫、啊。不要调皮，好不好？听课的时候不能动，知道吗？不要动啊！ 你如果一点不懂的话，我等会儿给你一个苹果，啊，稍微懂一点不给啊，先说清楚，啊，好吗？ 还有一个公安呢，就是这个这两个公安呢，大家应该，嗯，要好好的，嗯，思维思维。还有一则这个事例呢，呃，最大人呢，这个阿森尼出游的时候到了厄鬼节，呃，最大人呢是，呃，最大人呢扎来难比儿啊，就圣、是、地论事。 呃，他是应该印度就是具有这个中观轮主的一个大的，就是应该是他吧。就是他当时呢，就是出游这个恶鬼界的时候，移民带有五百个孩子，相貌出入的恶鬼魔啊，就是对这个呃告诉这个在大然的尊者，他说我的丈夫呢，就是去印度金刚座虚拟事务已经有十二年了啊，就十二载，呃，到现在呢就是还没有回来。尊贵的大师，如果你去印度金刚座，那就是请少克心。 给他说，如果还呃不快快归回来啊，就不快呃不快这个快快的这个回来的话，那孩子们都都都会这个饿死的。呃，就是当时请阿德呢，就是烧了这样一个口信。然后这的是尊者呢，就是呃就是很难为的对他这个问啊，说是你的丈夫呢，就是长得什么样子啊？啊，就是所有的恶鬼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我很难以认得出来吧？啊，他当时这样这个问的。 然后恶鬼母呢，啊，就是，呃，就是蛮有把握的，就是说是你绝不会认错的。我的这个丈夫呢，我自己也心中有数，你也会什么什么时候看到的话，那就是会会这个清楚的，因为他是一个大嘴巴、塌鼻子，还眼睛也是很小很小的，具有九种九种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恶鬼，那这样的话可比较明显了、啊，有多少个，呃，这个人当中也是可能容易不会错啊，就不会错。 然后，这当人呢，尊者呢，就是到了印度金刚座的时候，有一次，当一位善米就是他那个呃大量的那个破沙，就是供水，还有这个供食物的时候呢，积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恶鬼来，就是赠那个食物啊，就是增吃。嗯，那么呃，尊者呢，就是发现就是其中啊，就是刚才他这个。 呃，妻子所描述的那样啊，就是大嘴巴、塌耳鼻、塌什么，就是塌鼻子啊，还有那个，呃，这个眼睛很小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恶鬼，就是发现呢，发现之后呢，啊，就是他就告诉了他妻子所说的这个口信啊，就是，那么呃，那个恶鬼呢，啊，就是一出魔杖的向这个尊者，呃，就是他自己这个诉说了他自己的这个话，他说我背井离乡流浪到这里已经有十二年了。 啊，就十二年之久，但只有有一次呢，因为清净比丘就是这个新比体的时候，众多的恶鬼呢就是蜂拥而上争夺，我才得到了一点点，除此之外一无所获。而且我现在已经因为为了这个强比体啊，就是强比体的话呢，被其他的恶鬼啊，就是大的这个呃鼻青脸肿、遍体鳞伤。 啊，就是所以说呢，他现在这个回来的话呢，就是也有一定的困困难。十二年当中呢，就是他只得到了这个一点点，但他做得到的这个一点的话呢，也是在那个树里面，就是一直这个静静的。 呃，就是握着，啊，就结果的话，那就是他的拇指的是已经穿的这个树桩，就是就从这个外面出来了。但他所得到的这个庇体呢，早就已经干完了，就是他苦苦的认为呢，就是他拉回来就是养那个自己的孩子，就是就其实这个父母的这种。 呃，这个父母对这个呃孩子的这种这个执着啊，就是即使恶鬼的话，那就是也有很强烈的。但是呢，啊，就是呃，怎么说啊，就是这个孩子就是对这个父母报答恩德呢，也有一定的这个。 呃，就是限度吧，就是限度，可以这么说。呃，所以说我们这个如果真正是这个转身到这些这个恶鬼当中去的话呢，还是很很痛苦的啊。就是各个经典的观点都不同的，有些经典里面呢，呃，千万年当中，有些经典里面说是这个八万四千年呢，啊，有些说是这个呃，还有不同的一些这个岁数。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呢，就是根本是就是得得不到，就是。 这种这个任何的事物，所以我们平时，呃，自己啊，就是在这个活在人间的时候呢，啊，的确也是要考虑，就是这些这个恶鬼的这种这个痛苦，这是我们的一种这个修行啊。我们有时候呢，就是观想的，就是恶鬼的这个因啊，就转生到他的这个因是什么啊？就在这方面观想。然后有时候呢，我们这个观想啊，就是正在恶鬼里面的这种痛苦。 是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有时候呢，就观想到我自己今生当中啊，造了就是多少个这个恶鬼的这个意呢？我来世呢，就是会不会真的变成了这个恶鬼啊？在这方面就是想，那么这种这个修法呢，就是是真正的呃很深的一种这个修法。 我们现在极个别的有些道友啊，一做这个修家信啊、修前行的话呢，好像要么是这个磕磕图啊，要么啊就是有一种这个行为行为的呃这个修行呢，大家都愿意就是做的。 而内心当中的观想啊，就是很多人来讲是比较这个困难的。内心当中关心里面也是，有些人呢，就是比如说观名点呐、啊，观什么这个光啊，或者说是一些念咒语，就是发光啊，就这些呢，大多数的人就是有兴趣的。然后理论上的就是对来世、对今世的一些特别深的这样的这个教员呢，有些人是实在是这个啊观想不起来。 啊，就观想不起来。我们现在都是每天都是给大家啊，也传授啊，就是《三出三引导文》等里面的一些这个呃教养。我刚才遇到一个道友，就是我说你这个修了没有？他说呃，我没有按照你的修。就我说那你修什么？我是按那个中观的这种这个修法，和结合我自己的这个观点来进行修持。 嗯嗯，就我看到就是肯定是就是爬的很高的，就是已经这个中观的这个经界和，然后结合自己的观点来修的话，那肯定是已经超过了这个前行。其实呃，我觉得啊，就是我们这个虽然我是呃经济很低的人，但是呢也是有一些缘起啊，就是大家都我们所穿的这些法，呢，就是全部都是放弃，然后自己依靠自己的这种分别念来就是寻找另一个，就是结合自己的这个呃，以说是我。 自己的什么立起西论的中观的这个观点，但是我估计是不是凭自己的这种分别念呢？然后呢，就是结合一些其他的这个，啊，会不会实践的一些胡言乱语，就是一起结合修啊？如果这样的话，呢，恐怕是不会有很大的这个效果。我们有些人是根本，呃，就是这个修行上是没有进展，原因是什么呢？就应该说是对这个没有按照这个生者的意愿去做啊，就是很多生者的意愿在这个文字上是将。 记得清清楚楚啊！蒙恒忍波切怎么讲的？无垢尊者怎么讲的？华智仁波切怎么讲的？那么这些道理呢，就是我们反反复复的思维的话呢，在我们相续当中一定会是就是起到就是这个作用的。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所有的生者的这些教言呢，就是放在一边，然后在自己呢，就是在这里面就是挖一个小洞洞呢，里面就是准备呃这个呃表演的话，那就是恐怕是就是不一定就是生者的境界啊，就是啊在这个相续。 当中就是升起来，哎，所以有时候呢，我将这个家心呢，就是也很高兴，很多人在这个秀，有时候呢，就是降心呢，啊，有个别的人是他不重视，就是他就是你讲你你讲多少，呃，多多少小失的话，那就是就无所谓，就是他自己呢，就是在在另外一个地方这个秀。其实有些人的话呢，他就觉得是不需要降那么多，就是我自己一点点的东西秀就可以。但我并不这么认为的。你看现在实践的一个。 光是我们这个时间呢，现在招一个公务员的话，那就是你必须要，啊，这个大学这个本科或者是专专科的，基本上现在就是考能考得上的很少的啊，就基本上是要本科的这个文凭。那么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实间的一个基本的就是工作啊，就是这个。 你需要一个工作的话，那本科以下的这个基础没有的话呢，在当今的这个社会当中啊，就很难找工作的。所以这是一个实践的简单的一个操作啊。那么我们佛教的更深层的一个很超越这个初世间的、超越世间和初世间的一种境界的话呢，你不需要这个文思啊，啊就不需要文思，然后简单的一个啊，这个自己的所谓的一些实修啊、盲修啊，能不能就是真正就是呃？ 得到这个效果啊，我是这个的确也是不相信的啊，不相信的。现在我们这里寄给别人的话，那就是说是啊，某某地方是这个温室为主，我们这里湿求为主，我们这里是很高很高的，就口口声声就是，甚至在做。 做这个公共汽车的时候，只是给旁边的人，就是说，就是宣扬自己自自己啊。但是你宣扬的是是自由，就是可以怎么样都可以说。呃，如果你真的是自己是很高很高的话，那我们都可以定你碎细啊，就都无所谓的。谁有境界都是我们可以这个恭敬定你。但是我们对这个呃佛教的基本基础的话呢，佛教就是。 要超越这个时间的一种这个基础啊，这种境界啊，如果你这个没有把握把握好的话呢，恐怕。 就是只是转一个部分的内容呢，就是每天都是这个呃这个酷酷的思维的话呢，肯定会发疯的，就是很危险的。就是有些修行的话呢，真的就是现在几个别的有些人呢，就经常出问题呢，就在这个地方啊，你没有好好的这个观轮回的痛苦，没有好好的这个观人生难的，一步一步的这个基础没有打好之前的，那么你就直接啊，就是呃抓一块，就是然后天天都是观想，这就忙着这个呃就成就啊。 那这种这个信息呢，很危险的，所以说是这是一定要就是值得这个注意的，啊，就值得注意。那么呃，就是说我们这里呃也是呃就是这样啊啊，就是呃这个呃怎么说啊，就是呃。 对一些恶鬼，就是做一些布施啊，就是这个功德，就是确实，呃，很大的。呃，我们呃那个呃，首先呢，就是要想到就是恶鬼专身的这个这些印呢，啊，这个《耶耶耶宝差别经》里面呢，就是讲了这个专身恶鬼的，呃，好像十种这个印吧，就是说是这个身心呢，就是身身体的行为啊，就是身心就是轻恶也，呃，然后这个欲心轻恶已。呃。 心轻恶业就是那个生于疑的这个行为呢，就是就轻作的这种恶业，还有呢就是弃那个惰贪啊，就是弃这个呃，就是弃这种很多的这种贪心，弃恶贪就是弃这个恶劣的这种呃这个贪心，然后那个生起呃嫉妒心，呃生起懈见，临终的时候呢就是制制作这个财物的，还有一些呃。 饿死的啊，就是饿死的话，那就是也是成饿鬼的因。然后干渴而死的，呃，就干渴而死的，就是也是成饿鬼的因。所以这些这些因缘呢，我们呃相续当中有没有？就是按照这个经典的观点呢，就是呃先这个分析啊，就是分析之后呢，就是然后再这个观察啊，就是再观察，然后呃通过念咒语啊，通过念一些其他的呃这个方式来，就是断出这种这个恶行。 其实还对那个唐朝的时候做译的有一个叫做是就这个呃什么这个呃就呃绵然而归经吧，就是兼就绵然而归陀罗尼之咒经啊，就是呃那么这个经里面呢有一次应该是这个阿难尊者吧，就是阿难尊者呢就是有一次呃到这个外外面去的时候呢。 他看见，呃，一个特别可怕的啊，就是面目狰狞的，就是特别可怕的这个恶鬼。那么这个恶鬼呢，就是告诉，呃，尊者啊，就告诉尊者呢，就是说是你只有这个三天的宿命啊，就只有三天的宿命，三天以后呢，你会死掉的，而且呢，你会转身到这个我们这个恶鬼当中去的。 当时他特别的害怕，就是他说有没有呃一个办法，就是有没有一个办法？然恶鬼呢，就是说是你如果要向这个不渡恶鬼呃，或者是不思，就是这么短的时间当中不思的话呢，恒河沙数的呃这个婆罗门呐，还有这个仙人呐、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宿生对境呢，就是。 做这个，嗯，摩羯多摩羯多国的这个，呃，这个呃，有一种这个勇气啊，在这个勇气里面的所拥有的所有的这个非常多的这个食品呢，就是要布施给他们啊，要布施，还要呢就是供养这个三宝呢，才可以就是获得这个，呃，这种呃，这个呃，就是怎么说啊，就不多贵的这种境界，否则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的。 后来就是他想的想就是这样的大量的这个供养布施呢，对他来讲是就是根本没有办法的，他就特别的害怕，就是跑到佛陀那里去，然后佛陀啊面前呢就是说是这个救救我，现在呢就是恶鬼说是我在这个三天当中呢啊会会马上这个死掉的，然后佛陀呢啊就是这个告诉啊就是他有一个咒语啊就是一个咒语，呃佛陀说是我啊这个曾经呢就是在这个当。 婆罗门还是是吧？就是当婆罗门的时候呢，也是在这个观音菩萨和还有呃这个世间自在功德女王啊，这个如来啊，就是十界功德自在呃你如来啊，功德你如来。 面前呢就是德国的这个咒语，呃，德国的这个呃咒语呢啊，就是也是免度恶鬼的这种这个咒语。那么这个咒语呢，我也是救了这个千千万万的这个恶鬼啊，就千千万万的恶鬼。那么你念了这个以后呢，就是不会多呃这个恶鬼当中啊，就是一定要念这个七遍以上啊，就是然后佛陀就呃说了这个咒语啊，啊那么说了他他那南什么？ 啊，就是嗯嗯，南美斯拉达那格达瓦卢格的我们桑巴拉桑巴拉哄，就是我们那个念那个扫世仪轨的时候，啊，嗯嗯，就是南美斯拉达那格达瓦卢格的我们桑巴拉桑巴拉哄，啊，就是那个韩韩韩底的也是什么这个南木索婆托托的什么？你们那个念诵仪轨的嘛？啊啊，索索罗支的三三波罗三波罗，呃，佛华什么？三波罗三波罗佛华是吧？ 就是那个，呃，大概那个衣衣柜衣柜里面有的，就是早晚课里面应该有的。那么这个是面度恶鬼,鬼的这个主语，面度恶鬼的这个主语呢，啊，平时呃，比如说你这个任何一个公视频呢。 就是这个食品呢，就是然后念了这个咒语，念了这个咒语，就是七遍以后呢，就是烧烧一点这个水啊，然后呢，把这个呃这个食品呢，就是就扔在这个外面也可以，或者呢，就是把这个呃这个烧了，就是烧烧了以后的话呢，就是那个烟呢，就是所借助的这个所有的这这个众生呢，就是得利益，呃，然后念了这个咒语的话呢，供养这个无数无变的这个如来啊，就是免除这个无数无变的呃。 呃，这个呃呃，这个恶鬼的这种这个种种的痛苦，还有呢，呃，我们呃张张文当中也是有的，有这个四位如来的这个名号啊，啊，就是呃，等等的这种说白的，等等啊，等等等等，嗯，什么，嗯，人身忙啦什么的，身体单薄啦什么的，更加困难什么的。 一佛堂前四张椅，啦啦，杨子楼，嗯，东张东望，西张巴，嗯，就是，呃，就韩文里面也是有，我对了，就是那个四四个如来的这种这个名号嘛，就是什么南无多宝如来，那么妙妙妙妙,妙色，什么妙色身如来，然后那么啊光波如来，那么。 你无为如，你不为如来是吧？你不为如来，这四个呢，啊，就是，呃，呃，人生，人生忙了，什么子了？人生最淡薄了，什么子了？更将来了,了，什么子了？就把他们去用作哲理，哈了，什么子了？这跟咱们和韩文都是一样的。这这个思维如来的这个名号啊，啊，就是呃，让这个很多的贵僧啊 恶鬼啊，就是呃，从这个痛苦当中就是得得得救出来，所以我们每次那个呃，这个烧烧焰呢，就是烧焰的时候呢，都用呃这些这个咒语。 啊，就是咒语，尤其是刚才这些咒语的话，那一个是人死了以后，就是对这个中阴身就是很很管用的，就是非常有力量的。然后就世间的一些鬼神呐、啊、土地神呐、啊，一些呃就是害我们的一些呃这个废人呐，就是对他们来就是也是就是帮助很大的。呃，然后呢啊，就刚才那个四位如来的这种这个名号一起就是念诵啊啊，我看汉帝很多。 那个《科宋集》里面呢，就是也有很多的，呃，这个注语啊，啊，就是比如说，呃，首先是什么那个普照的这个、啊、就真言呢，啊，就是就是那个呃，就招庆的一些真言，然后呢就是借借一些元丑的一些真言，啊，就是什么开银河的真言呢，边饰真言呢，啊，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就是甘露真言呢，功功夫的真言呢、啊，等等，就是有有很多呃什么呃，就是这个物质是。 呃，是这种这个技术啊，看那个汉帝的很多，呃，这种这个刻松的话呢，其实我们这里很多道友啊，就是也应该就是会这个呃念诵。 啊，就是会念诵，呃，现在呃，还得以几个别的先宗的有些道友呢，啊，就是认为就是不学就是密宗啊，就是，但是天天他们的这个早晚可能全部是念的密咒，就是，呃，比我们的这个咒语的还，呃，还多啊，就是早上的时候什么这个能严珠啊、王僧珠啊、大悲珠啊，呃，然后就是这些是个这个。 陀罗尼咒啊，很多很多，就是这些咒语啊，就是就非常多的，呃，所以说我们这个密宗都是不一定有那么多的这个呃念呃这个咒语啊，就是应该哎，其实这些这个咒语的话呢。 啊，我看汉地的早安科还是很有依据的，就是刚开始好像这个唐朝那个时候的是，啊，并没有，就是，然后后来明朝的时候呢，呃，这个年次和呃什么那个欧冶大师吧，就是就他们就是制定一些这个幽远的弟子就是做那个客送的，后来梁武帝，呃，不是梁武帝那个，呃，云林国师啊，就是云林国师呢，就是要求就是整个汉地的这个寺院呢就是统一啊。 啊，就是把这个科颂呢，就是统一起来。现在到哪个寺院的话呢，那么就是呃，这个呃，就是这个早晚课啊，就是晚课的话，呢，就是像那个呃，就是弥陀经啊什么这八十八忏悔文呢，啊，八十八幅忏悔文是吧？就是还有那个呃，就是呃，什么？啊？啥？对，蒙山那个。 放放放蒙什么蒙山石文石狮，蒙山石狮是以前那个，嗯，在我们那个四川那个呃雅安，就是那个有个蒙山，有一个呃是哪里的和尚啊？就是有一个叫做是嗯什么甘露法师啊？ 就是他做这个医事，然后从此以后呢，就在这个汉地啊，呃，什么这个大蒙山氏、小蒙山氏、小蒙山氏科中里面有的，大蒙山氏是这个眼科啊，就是做的这个呃眼科，呃，这个眼科的这个来源呢，就是应该是呃这个梁粮粮草的时候都是呃有的，就是呃这个职工参食啊，就是根据印度和一些那个呃周瑜啊。 就是来这个变的，后来的是里面的一些内容呢，也有稍微不同的一些这个证明。但是，还得呃，现在这些这个我看的就很多真言呐，就是很多真言和很多那些仪轨的话，那就是应该说是。 呃，跟我们的呃这个藏传的这种这个念诵啊，就是几乎都是是这个相同的，尤其是这些咒语啊。我们那个藏地的话呢，就是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呃，就尤其是下午的时候呢，呃，念护法神呐、啊，还有念那个呃，就是恶鬼的这种布施的呃这个问啊，啊，就是呃这个少时一鬼啊，就是这些跟跟刚才我们就是讲的那个呃这个呃这个面燃恶鬼的这个咒语啊，就是这个咒语啊，然后这个四个佛的这个。 命哈，就这些都是完全是啊，这个相同的。所以我们懂得这些道理之后呢，应该在自己呃做任何一个行为的时候呢，啊，就应该啊，就是回向这个功德，就是回向功德。嗯嗯，所以说呃呃，这个以后。 啊，做这个客诵呢，我觉得还是很有，呃，这个必要的。啊，就我们呃有些这个学迷总的居士和学迷总的有些道友的话呢，他认为这个呃这个早晚课啊，就是没有特别大的这个必要。就是每次呃跟到那个寺院里面的呃这个出家人一起这个送早晚课的时候呢，就是闭着眼睛，有些人大睡就睡着了啊，就是这多不好啊。就是呃我们当地也是这个出了家以后呢，先把这个课。 背诵呢，就是要背背诵，就是必须要，就是背好了以后呢，才可以列入这个出家人的行列当中，就是否则的话呢，呃，就不行的。 啊，因此你不能说是因为我是学密总的，就是你们现在的这些年生对我来讲是不重要啊。啊，其实不是，就是这里面的，呃，这个汉地早晚课的话呢，以前那个，呃，这个云林国师他们呢，就是要求是全部是这个大藏里面大藏经里面就是具有的这个真言和佛法注语啊，就全部是，呃，就是必须要，就是以大藏经的金刚。 金刚语这个为主的，因此呢，啊就没有这个各教各派的，比如说净土宗的哪一个上是什么什么，就是这个都没有的，基本上是，啊我去过的一些寺院的话，那就是就比较这个统一的啊。我自住在这个寺院里面的时候，早早上九十四点钟的时候，他们开始唱起来了，然后我也不会唱，然后在门口上那个悄悄的看一看，听一听呢，然后在那个呃在前面偷听，后面偷听，就是这样。 但但是呢，就是确实听得，呃，还是很很好听，就是很好听，呃，很起信心的，就是到哪里去，统一的音调啊，就是很好的，因此。 啊，我希望我们学习藏传佛教的这个居士也好，这个出家人呢，啊好，就是应该还是要这个学习啊，就是这些这个早晚课程都是圣者的金刚金刚啊这个语言，就是应该好好的这个念诵。然后呃，学习贤宗的这些道友们呢，就是也不要就是轻轻易的会帮这个密宗啊。你每天早上和晚上所念诵的全部是密咒啊，就是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什么别的密宗。 你一边念弥咒，一边念弥宗不好的话，那那这样说法是不对的。嗯，下面就是讲，嗯，讲什么？嗯，嗯，嗯，下面说，如此看来，无论是身在恶鬼中的任何一处，都同样遭受着饥渴为主的各种各样的痛苦。对于。 这种情形，我们应当要诚心观想。嗯，想想看，我们这些人仅仅没有就是吃早饭，也会觉得是何等的痛苦。如果真的转身到长年累月。 念谁的名字也是听不到的地方，将如何这个面对啊？就是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该想。我们活在人间的时候，哪怕是一天就是没有吃饭，也是什么样的感觉？转身到这样的这个鬼当中呢，就是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感觉？而徒生为恶鬼的主要的因呢，也是自己啊，就是一毛不拔的这样的这个名词，和还有阻碍他人的这个阻碍他人的不是啊。 啊，就是这种这个，呃，这个钱啊，就是钱领啊，就是钱领的这个心。相啊，呃，相比我们每个人以往所造这样的这个恶业啊，就是数也数不清啊。现在呢，我们呃必须要下决心，呃，尽己所能，绝不能啊这个转身到这些这个恶鬼里面去。我们应该可以想一想，我们自己啊。 啊，在这个基层当中呢，就是这个，尤其是临死，就是造的这个业啊，就是特别多的。 每个凡夫人可能有些，呃，这个生来的就比较这个喜欢布施，就是比较大方的，就是这样也有些的话呢，啊，就是哪怕是给一点点的这种这个布施呢，就是好像是割自己的这种这个生命一样的，割自己的肉一样的，就是特别的这个凝视啊，就是也有这样的啊，所以呢，呃啊，就是应该就是这些也呢，就是就忏悔。 记得以前那个，呃，这个《大众眼睛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呃，公安呢，就是有一个国王呢，就是，呃，他到这个四下，呃，就是山下去这个大猎，呃，大猎的时候呢，他看。 看见就是路上这个遇到一个佛塔，然后佛塔的时候呢，就是他马上他自己这个供养这个五五美枚那个小钱啊，就是五枚小钱呢，就是供养这个佛塔，呃，供养佛塔的时候呢，就是旁边就是有一个人呢，刚好到那里，他也看看见了他的这种举动，然后他心里面就是还是很碎喜的，呃，他很碎喜的，然后他呢。 呃，就说这个山寨，山寨啊，就说个“山寨”两个字。结果国王呢，就是就他国王认为呢，就好像讥笑他，因为他自己也比较内疚，就是这个作为国王的话，呢，就是应该是大的这个财务供养，但是他就呃五个小钱供养的话，呢，他自己可能也比较内疚。那那个时候旁边的人说山寨的话呢，他很不高兴，就是认为呢，就是他讥笑他，然后呢，马上把这个人就是抓起来了，抓到呢，这个呃带到这个。 呃，王公那边去了，王公那边去了以后呢，呃，就是说他啊，就你为什么今天说山寨啊？就是难道我供养的太小了吗？还是有其他目的的？那个人呢，就是他很害怕，就是呃，说这个如果国王呢，呃，就判我无罪的话，那我就试试告诉你，你可不可以原谅判我无罪？然后国王就是说是，那就就你说吧，就是我还是这个判你无罪。 然后那个呃人呢，就是他就开始这个叙述了啊，他说。 我曾经呢，呃，是这个在一个山里面，就是当过那个盗贼，呃，盗贼的时候呢，当时我就是，呃，看见有一个人呢，就是有这个钱呢，有钱呢，就是把他这个抓起来了，抓起来了以后呢，就是要求把他钱就是给我，但是他就是死也不给，就是一直呢，他就把这个手里啊，就是一直紧紧的握着，啊，就是他就不放开，不放开的时候呢，苏先武就开始这个威胁他。 啊、呃，就是，呃，我用这个呃恶语骂人呢，就是威胁他，他也是不不放开，就是不放开说。然后我用那个弓啊，就是一古代的那个弓呢，就是来这个恐吓他，但他也不放开。后来我那个弓里面搭上那个箭呢，就是制止他，就是马上要像杀他一样。说是你如果手里面的这个箭没有钱没有给我的话呢，那么这个我要这个马上杀死你。 他还是这个仍然不不不，啊不不,不放开不放开的话，后来我的这个我认为呢，就是他既然这么那个重视手里面的这个这个这么重视的话，那肯定里面有特别呃这个呃这个值得很很值钱的东西啊。就后来我贪心增长呢，我就这个射射射箭就然后就杀死了那个人，杀死完了以后呢，我就很费力的用劲掰开他的手。 翻开他书呢，就是结果就是发现一个小小的铜钱啊，就是一一枚小小的这个铜钱。所以这些人呢，啊，就是宁舍自己的生命而不舍，那就是小钱啊，就不舍小小钱。因此，我看到这种人的话呢，啊，就是连这么小钱都是舍不得。可是过往的话，那就是也没有人工检来逼你，也没有人呢，就是别人这个看护你，你自愿的是拿出这个五美钱的五毛钱呢，还是很值得那个呃值得随喜的。因 是我刚才呢，就是完全不是什么技巧的口吻，呢，就是说山寨，就是说说山寨呢，就是指的是这个很很随性啊，自愿的，就是我们就任何一个人呢，就是自愿的供养一点点的。 这个对三宝啊，就是对这个佛像啊、佛塔的话呢，还是值得很随喜的。其他人的话呢，也不能说是，因为这个是大事做啊，他有那么多的这个钱，这么拿一点点呐，就是不能这样说，就是别人随自己的这种姻缘，没有吝啬的情况下，稍微就是拿一点的话呢，那么旁边的人呢也值得这个随喜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呢，在实际上刚才我们所讲的一样的，就是的确也，可能就是呃为了啊，就是自己的这种利益呢，就是不愿意就是。 涉及任何的这种财物啊，就这也是一个呃，这个专生的这个恶趣的这个因呐，就是专生的这个恶趣的因，因此我们应该从这个根本上断掉啊。其实有些其他的经典里面呢，啊，就是讲这个专生恶鬼的因呐，呃，就是是哪一个经典里面？有一个经里面呢，就是讲那个呃专生恶鬼的因呐，啊，主要是给这个僧众啊。 就是不清净的事物，那个来接触他们的这个事物啊，还有呢，就是不清净的事物，就是供养，啊。这个僧众的话，那就是也是这个称为专生恶鬼的印，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呃，也有这样的这种经文啊，也有这样的这个经文，还有，呃，还有一个经典里面呢。 呃，就是讲那个当时大摩犍连呢，就是遇到特别害可怕的一些这个恶鬼吧，呃，然后呢，呃，就是问那个恶鬼，就是你前世造了这个什么业？呃，恶鬼呢，就是说是我现在呢，就是特别的这个饥饿啊、痛苦啊，我实在是没办法，就是开口那个啊说，就是说一说，呃，我现在呢，呃，就没办法说，你最好是这个问问佛陀这个前世的姻缘。然后问佛陀以后呢，就是佛陀才告诉啊啊，就是说是这个恶鬼呢。 在这个加瑟佛的时候啊，啊，就是有一个萨门过路的时候，他当时口干舌燥，就是问那个别人呢，呃，这个要一点清净的睡结果那个人呢，就是没有给他给水，就是因此呢，以这个因缘而这个转生的恶鬼里面就，所以有时候转生恶鬼的因呢，就是也是比较比较这个容易，嗯，因此我们有时候遇到这个乞丐啊，有时候遇到一些可怜的人的时候呢，那么自己。 就是不起名啬的情况下，随随便便给他，哪怕是给一点，就是剩饭呐，就是给一点，这个很有必要的啊，就很有必要的。否则的话，那就是这种意呢，就构成了什么很难说啊。嗯，然后这个苹果不能给了，说话了。嗯，嗯，嗯，那么我们这个修行的时候呢？ 呃，要圆满具足假心、真心、核心啊，真嗯诚心诚意的呃观修啊，就是这个观修的时候呢，啊大家就是前心的时候好好的呃这个发菩提心啊，就是发菩提心，然后那个真心的时候呢，啊就是呃想啊啊就真心的时候呢，啊就是想。 啊，那个恶鬼的这种痛苦啊，就我刚才所讲的，有时候呢，我们观想那个呃，这个恶鬼的这种这个因因缘啊，就是，呃，有时候呢，就是呃，自己如果真的转生到。 这个恶鬼里面是怎么办的？或者是我的这个老母油漆呢？很多都是现在正在恶鬼里面，就是干受无量无边的这个痛苦、啊、等等，就是诸如此类的很多内容呢，就是可以这个观修啊，就是可以观修。然后最后呢，就是呃，这一座当中啊，就是所观修的一切。